全军出击。我是一匹野马，恶毒的心永无止歇。我是一匹野马，哦，野马。俗话说老马识途，话说我的马呢？黑暗在我身上打下烙印。给你点个大拇哥，别的我就不说了，你敢在上路玩威音确实是行。我快来帮你们逃下去。受了诅咒的人最麻烦的就是他们总是很稀疏。玩威音就算了，还敢点我，我是真没想到，兄弟。我是真没想到，边境的样子就是人心的样子。练一下，好几个 Q 都空了，不应该。死在我手里是最好的。抽一下，哎，这个围巾是真不好练到呀。啪啪，啪抽，啪啪啪啪溜闪现，啪啪。你能打过螳螂吗？白银打螳螂好像打不太过吧。先来这个吧，把这个卖了，然后我们来一个水晶瓶，小药瓶。介意修理一下惹事的人，还不带药。你等我出来，一个刀也别想补啊！这螳螂进野区了。跟紧你所知的魔鬼。一啪啪。可能螳螂又要来了，练一下。他们说我是恶魔，说的没错。一上来啪啪抽，哎，不得啪啪，啪抽，啪啪一，不讲王法。不行，我死了，好烦哦。这波还没办法双杀，还没办法打俩，他还有意。哎呀，我换维音好了，真的应该换维音的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他跟我一走了，我寻思他不能上来点我了，你知道吧？炸了！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炸了。我还记得魔鬼的双眼，如落日般炽烈。哎，怎么不点个信号啊？清算时刻即将来临。
我都不知道为啥炸了。我打的他连刀他都补不了，还炸了。没有这螳螂，我跟你说，他死一百回，我现在能让他一级。他24刀，我50刀。啊，他24刀，我50刀。我不是好人，但也没差太多。你跟我说炸了。下回啊，谁要再敢说直接炸了，就直接给我封了。我越想越气，真的，我越想越气，我就死一把，就给我在那炸了，炸了，炸了，炸了的，你这，你看啥来了？我啥水平你不知道？你看啥呢？一天天的，下回炸了直接封了，就是在我眼前。善心不易。不过我尽量吧。那卢仙打威音自己不知道多好打吗？你跟我点。哎呦我操！我这 R 出来了，没突来。哎呀！他闪现把我 Q 躲了，是不是？操的！躲了我一个 Q。哎呀，我闪现大他好了，我应该闪现大他的。身体的影子比血多，这样的人你杀不死。没事，他没双招，下边再杀他。单杀就单杀呗，单杀怎么的了？我杀他两把，他杀我一把，单杀就单杀了呗。听上去还不赖，我还不多杀他那一把呢吗？这也不行啊，你杀完我，你说你连打你都不敢打，兄弟。我的阴影正在躁动。螳螂来了。
又自己玩游戏，又没打野。草原上还有比黑影更坏的东西。这怎么能没打过呢？我操！我说真他妈是有点是不能理解，我都搞不懂怎么就没打过。于是你就接踵而至，还跟我打，哎呀我的天，真难呐。没事，下步出门再看，没关系。我曾凝视生命与死亡的面孔，他们俩都目光闪烁。打的伤害比我疼，风中带着寒意。我这打不过他了，我虽然装备跟他一样，但是我们有点打不过他了。我是真是没想到，哎呀，打得我他妈真是有点生气。又上了，他比我高一级，那是刚才才升的，跟这没有关系。慢慢收吧，不跟他打了。前期的优势没有了。西部面的路径已经满透。这把难打。人的恶生长于自己的影子中。螳螂死了，没人能原谅我，自己。哎呦，我的人头兄弟，
他猴哥也会被追着打，你猴哥不是神仙，你猴哥被抓会死，你猴哥被杀也会死。纵就让他们都下地狱。闪现有点难。好的。好装啊，这是。不杀死真不行啊，我这好装啊，他妈站那儿让我们打，我这不把你杀了，我真是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好能装啊。怎么不给大呢这。螳螂死了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你是一个二百五。投手唯一重要的东西。不是我啪啪不起来了，我也想好好解说呀，我也想好好给你们解说，给你们配点音有点意思，那一劣势就开喷，一劣势就开喷，你整的我没有办法不专注玩游戏呀，兄弟没办法，我只能很专注的玩，没招，会带来救助。那你怎么办呢？对，你说我不理他，我没有在理他呀，没理。要把我杀了呀！好呀，一旦你遇上了阴影，就知道没什么好怕的。
他还要杀我，他就即使这样他还要杀我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这个佐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给我抢劫了，把我吓荡了。爬不起来。20块钱，这恶魔之血真做了件好事。边境的样子就是人心的样子。好大耶，不太好打，一发发，抠，给我打起来，有点疼。我也正经没事，吸点血吧。他们有没有峡谷先锋啊？没有，没事。没打大龙就可以。根据你所知的，不知道有没有打大龙啊？没打龙就行。小龙，龙魂了，可以，立功了呀！佐伊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那龙不去打，跑过来蹲人，哎呀，真是醉了。那旁边全是队友，一换一就换吧，没事。扣啊！这没人在干什么？这么不怕死？我出个水银，我也得有钱呢，我也没有钱呢。我要有10000块钱，我不随便出吗？可以，大龙可以要。哎，我好反呀！打！我来了，黑打黑打，这波黑打。这边女警往上活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打歪了呀？
接死。撤吧。大龙要丢啊！大龙可能要丢。最后一票，永远都不可能是最后一票。来，螳螂600，追追追追追，可以追。台上。300块，算了，这红我不要了。魔鬼总能得逞，打个蓝吧。我需要一个村哥。可以打，我马上到。不过我尽量吧，但没法上啊，不好硬上。他们家这大龙打的其实没什么用，你知道吧？没拿到什么优势。下点装备，我出一个村哥吧。是罪有应得。来了，这波得打一闪，拔不了，啪啪出点人。真难玩啊，哎呀，他不去右边打团，他跑过来蹲我。真是没什么办法。没发现不能单带吗？没发现，不知道。